能跟琉璃小姐一起聊天已经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了，还带什么礼物来吗？先生清雅，喝这茶正合适，我是恐怕以后没有时间品茶了。怎么还是要回去？我看我确实是放不下那里的事情，迟早是要回去的，现在有一个好机会，我不想放弃。你从来没有放弃过过去，只是掩饰得很好。其实现在这里的生活很快乐，很平静，真的挺好的。可是如果我没有挑战过自己，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怎么证明我活过？小姐韬光养晦，保护好自己，平安度过低谷，将来毕竟会有成就的。谢谢您的吉言。只是一点，我不懂得那些机构建制，但小姐要回归，道路上还会困难重重啊。您是担心我不懂得怎么应付？我只是担心你的执着。冷局长，是我，琉璃。哼，我还在想这么晚会是谁打电话来。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琉璃。不过只怕冷局长不会高兴接到我这通电话吧。什么？你想拒绝这次任务？当天我被那位局除名的时候，也确实想过自己可能真的不适合再留下去。谁让我的出身犯了忌讳呢？琉璃，人的出身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既然你从一开始就选择为吴大帅效力，并且在那位局期间表现得非常优异，就足以证明你已经弃暗投明。所以，别太介意自己过去的出身。好，既然冷局长这么有诚意，让我答应跟恒彦见面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你说。第一，我要以正式身份回归内卫局。第二，开除穆晨安，由我接替他行动组组长的位置。这两个先决条件，缺一不可。琉璃，有日子不见了，你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你提这样的要求，让我怎么跟戴局开口啊？戴局长肯定能够明白“名正才能言顺”的道理啊。回归内卫局需要时间操作。可是跟何燕见面是迫在眉睫的事儿。这样，你先去完成任务，我也好有个说辞跟戴局开口。我愿意等冷局长慢慢去操作，如果实在赶不及，那也只好麻烦您另请高明。喂，喂，刘林。关先生，您没事儿吧？一个被除名的人也敢跟我提条件？你干嘛？你怕我？你不怕我，你躲我干什么？你躲我啊！躲我！胖子，你可要核对清楚了，琉璃住院开刀期间的一切病历都必须销毁。我办事儿你放心，你就是怕病历留着以后给人利用诟病，对琉璃造成威胁吗？是吧？我明白。谢了，胖子。谢什么谢？你说你还真的是啰嗦啊。秦朗啊，我看到一朋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哎，这么巧？真巧，先生来看病。不是，我过来帮朋友取病历，我身体特别好，不用看病。他又打你了？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同事，女的，她男朋友就是老发脾气，动辄打她，所以我瞎猜的。怎么有正当工作的女人也会被男朋友打吗？动不动手打人呐，这是脾气性格，还有就是看这个人的素质修养，跟女朋友有没有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先生是个好人，谢谢您安慰我。对，我是个好人。好人爱去争。美惠。啊，美惠。对了，美惠，我觉得她可能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所以你就离她远点，免得她伤及无辜。对，我那个同事的男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打的，所以我又是瞎猜的。我知道关先生的工作一直都很忙，只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惹他生气。啊，他姓关呐。你回去啊要好好休息，记着准时吃药，这药是一日吃三次，内服的药啊，它一定得饭后吃，别空腹。你得不能吃辛辣的东西，不能吃油腻的东西。我知道我挺啰嗦，哎，对，还有我朋友跟我说过，月季花茶能够止血化瘀。今天谢谢你陪我。不用，应该的。那我先回去了。美惠。我的车就停这儿，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了，我家离这儿不远，不能再麻烦你了。那你路上小心点儿。进来。咖啡。有事吗？我听到一个传闻，说琉璃要回来了，是真的吗？没有的事儿，别听外边瞎说。但是外面的人都在传，说是一个什么重要的线人，非琉璃不见。谁这么大胆子？上面都没决定的事，就敢给我胡说八道，还带着情报内容在外边给我瞎传。你告诉我，在哪儿听到的？谁说的？喂，我是王健。冷局长，叶兰这几天安静得很，除了跟陆泽宇亲厚不少，基本上连新闻都不碰了。为什么你每次跟我汇报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你是在糊弄我吗？不敢不敢。你最好不敢，否则我让你比潘亚飞死的还惨。你好。你好，我要兑现这张现金支票。好的，您稍等。阿牛，我的。您确定要兑这个现金吗？是的。您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不能兑换。我拿的是合法汇票，为什么现在不能兑现？对不起先生，您这张汇票的金额它太大了，我需要请示一下我们主管。我不能等，我现在就要换，为什么浪费我的时间？先生您稍等一下。
展。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拿到现金。一定要现金！是怎么回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贷款的问题不是已经落实了吗？怎么银行还会出现挤兑啊？那是因为我们上官副市长的激进政策，得罪了西方的资本家，这是别人的报复行为。秦茂秘书呢？哎，刚才还在呢。这两天有没有听说琉璃的传闻？有啊，内卫局都传遍了，说是有特殊任务，等他回来执行呢。都听谁说的？行政组组长穆承安啊，局长，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都这么说。就是不走办事有余的家伙。好，我知道了。行，那你继续忙你的吧。怎么样，老爹相信吗？赵万林看到他现在的反应，他应该是暂时相信了。只要他能沉住气，冷静下来想清楚，再决定是不是向总局提请，他肯定会产生怀疑。因为这次穆承安再也没有必要把琉璃的消息往外泄露。我觉得冷静没有那个时间去冷静，他最近压力太大了。你忘了爆炸案的事吗？冷静的洞察力往往会出乎你的意料。琉璃既然要散播传言他要回来，就说明他的赌。冷剑会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又不想承担责任，就向总局提起了批准他回来的事儿。既然琉璃都这么有信心，你信不过冷剑，也应该信得过他吧。但是胖子，我担心的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这个，那还有哪个？你有没有觉得很意外？琉璃为什么愿意回来这个曾经深深伤害过他的地方？不意外啊，他为了何燕的情报，为了全城的老百姓，就回来了呀。只是这样吗？啊。最近密报含金量甚低，这次又说什么？是个坏消息。怎么回事？琉璃怎么会回内卫局？他是怎么回去的？属下这就查清楚，回来报告将军。等等，你去通知孙学义，让他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当局一定知道的，不能太迟。是。希望还来得及。钟主任，啊，情况怎么样？哎呀，
师长，情况很不乐观呐。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就是算上我们账面上所有的外资贷款，平津银行也撑不到后天就要宣布倒闭了。是啊，我们的政府账户全部都设在平津银行，而且他们还代理发放银行证券，这实际上就是发挥着中央银行的功能。如果这家银行倒闭，那整个平津地区的经济将全面陷入瘫痪。是啊，还不止这些呢。如果平津银行倒闭，将会带动工业产业链全部崩断。哎，你们俩再看看，调动我们天津所有银行的储备金还能撑几天？如果不是上官副市长手里的几个项目占用了一部分资金，也不至于拖到今天。那也就是说，最晚到明天一早，北平银行就会知道我们平津银行挤兑的情况。是的，市长。各位，现在形势已经摆在眼前，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应该出台相应的应急政策，调控或者控制事态的再恶化。至于追究事情的原因和责任，我觉得应该缓缓。什么叫做缓缓？啊？当初要不是上官副市长急躁冒进，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顾一切的启动外资贷款，也不会招来那些外国银行家的恶意报复。哼，当初该缓的时候不缓，现在缓又有什么用啊？今天这个恶果是上官副市长一手造成的。钟主任，坐下下，坐下说，别动肝火啊。我刚才统计了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到平津银行要求提取现金的资金和账户，结果我发现这当中只有2.75%是来自于天津地区的民族企业家，而绝大多数97.25%是来自于各租界的外资企业家造成的。正如钟主任所说，这起银行的挤兑事件就是各租界的西方银行家针对我们的报复行为。你刚才一直不言声，就统计这些？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根本就用不上统计和查证的。钟主任，那你知不知道这97.25%当中有多少是挤兑事件的源头，又有多少是各租界的企业家不明缘由担心资金问题跟风过来闹事的呢？资本就是资本，资本是不讲源头谁属的，储备不足就是储备不足，在这里头虽然源头只占1%，但是要赔你就得赔100%，这有什么区别吗？区别是没有源头就没有跟风者，区别是越在最紧要关头越要剥离那些干扰因素，区别是如果我们解决了45%的源头问题，剩下的55%就会自动烟消云散。钟主任，你再三模糊问题的关键性不会是你想从中牟利吧？你，我知道事件的源头是谁，今天我会跟他取得联系，要求协商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明天我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天津的民众一个合理的交代。我去帮忙。也好，既然雅典娜回归已成事实，那我们就让她跟潘多拉正式较量较量，来看看谁能赢得过谁。将军，只是趁琉璃人还在巴黎春天，让死侍入夜潜进去了结了他，岂不是更干脆？你没有看到那两封密函上面为什么都没有提琉璃可以回内卫局的原因吗？这个总统内卫局不会无缘无故的重新招募一名弃用人员的，比起尽快的了结他，我对那个神秘的启用原因
更感兴趣。属下明白该怎么做了。怎么样，奥利弗不肯协商？他说他愿意出面帮我们解决挤兑问题，但条件是由他注资平静银行，分两笔资金收购银行51%的股份。那怎么行？这不等于把货币发行权都让给英国人？副市长，叶人虽然不懂你们说的什么权呀、资金的，但叶人从小在租界的贫民区长大，那些洋警察就会欺负我们，您可千万别让他们来管我们的银行。想办法，你去泡杯生茶来。哦，沈官，你有没有想过开放短期国债来应急？那怎么来得及呢？没有资金注入，银行是撑不过两天的。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分头行动，你们去租界找外资银行临时借贷，而我留在这儿办理申请手续。现在是非常时期，办理手续的流程应该很快就能走完。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看到叶人，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那些购买国债的，都是想安稳过日子的老百姓。如果政府用他们的血汗钱去填补银行这个大窟窿，用不了3-5个月，等到短期的国债一旦到期，政府拿什么和民众交代？这个世道下，全国各地烂在老百姓手里的证券和银行券还少吗？我们当政的就不要再为天津的百姓们多添这一笔了。那你打算怎么做？明天早上看看银行的状况如何。上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状况完全没有改变，你等到明天早上，我们可就白白浪费了一晚上筹划准备的时间。明天副市长有什么行动安排？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的黄昏好像特别长，过了这么久太阳还没下山？太阳下山，银行就该下班喽。付钱，我说你别废话，来，我们一起动手，打扫完了再下班。还打扫什么呀？挨过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哎，何必浪费大家时间？胡说什么？一天上头没说关门，一天你们就在岗位上，你们都逃了，让外面的民众怎么想？可是，上头现在都不管我们，任我们自生自灭，难道还等着我们以后就是说到夹在脖子上，我们才逃啊？你怎么知道上头对我们的状况不闻不问？可是银行都挤兑一整天了。现在上面连应急措施都没有，我们没看到不等于就没有，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你们平常不是一个个都说不让那些进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看扁我们，才受一天打击就这么垂头丧气的走出去，就不怕给国人丢脸了？都给我记着，就算真的要倒闭，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我们也要堂堂正正从这个门口走出去，这是我们中国民族企业的气节。自知经不住打击的，明天起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你跟丽姐说清楚了吗？嗯，完成今天的演出之后，我就可以离开巴黎春天了。是啊，明天一早你就要回内卫局报道。刘丽，你仍旧放不下以前的事儿，对吗？你怕我再遇见他会怎么样？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不担心你相信吗？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我回内卫去呢？因为我想看到你开开心心的样子，只要能让你快乐，我愿意做任何事。见到他你会怎么做？我就当看不见啊。不行，你要捶他两拳，踹他两脚，那才结合。喂，你好，我是上官。雨波，已经很晚了，你要忙到什么时候啊？寂寞呀，不好意思，我忙得忘了时间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呢？今天应该回不去了，明天一早还有事呢。你别担心我，早点休息吧。啊，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忙得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了？当然是公事了，天津市的经济案件。金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回去请你吃饭。你就知道哄我，都不知道你这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够兑现。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连想跟你在家里吃顿饭都成了一种奢望了。寂寞，最近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委屈你了。好吧，没事了，你忙你的吧，那我先睡了。最近我没收到情报，不知道我们的神秘情报来源是不是也挺忙。你没情报，我倒是有情报。你这个朋友琉璃小姐要回内卫局了。为什么要回去？她没告诉我，我也没问她。你怎么不阻止她？你不是说她已经认同了你的想法，你还让她回那个商业地干嘛？我倒是想阻止，可我阻止得了吗？他的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是他自己要回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来经受打击的。好，很好。这块招牌竖在这十几年了，我们能扛多久是多久。开门。啊，牵着你的手，不会让你摔倒的。
市长，从今天上午开始，银行继续发生挤兑，状况正在持续恶化。哎，好了，你等的结果出来了，现在怎么办吧？我去跟内卫局总局商量，请他们协助我绑架奥利弗，要求等额赎金。上官副市长，你怎么不肯用经济手段，总喜欢用野蛮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请问什么经济手段？贷款、抵押、国债，方法不止一种啊。钟主任，以后怎么还？所有的这些方法根结就是税，难道从民众的头上盘剥不比绑架一个始作俑者更野蛮吗？我赞同上官副市长的做法，经济手段不是留给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们的，对付他们野蛮更有效。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我是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我是不愿意在每隔一个小时再接受那新闻记者各行各业公共偷偷的电话了。形成这种局面，你叫我说什么？嗯，这俩人拉着手进来的，这还我想想，这胖子就是不能碰。组长，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少马后炮了，前两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多的也是你。早听艾先生说起过了，但是现在看你们在一起还是挺惊讶的。可终于回来了，这些天我们都伸长脖子盼着呢。小子伸长脖子了吧？好了，该庆祝恭贺的都改天，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秦副局长说的很对，现在约定的见面时间就在明天，我们的当务之急就制定好行动部署，确保万无一失。上官副市长，今天是琉璃正式回归我们内卫局的日子。恭喜你回归，请多指教。我这儿还有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要拜托你们内卫局。我为什么要相信？想查证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要打一通电话到平津银行，很快就可以见分晓。或者我这样问吧，银行的情况跟我们内卫局有什么关系？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又在利用我什么呢？冷剑啊，刘长姐，那就开门见山吧，你想怎么样才帮我这个忙？告诉我，把消息代码泄露给叶兰的是不是你？我告诉你们，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得不到你们协助的话，最迟明天，整个平津地区就会陷入全面的瘫痪状态。可我们有重要的情报任务要执行，事关重大，这两天不能出任何差错。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情报，急得过抓住那个罪魁祸首。紧急到琉璃都已经回归内卫局了，你说呢？什么叫做病急乱投医啊？我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当初的行政系统普选，林市长认为前中副市长蓄意谋害我，他已经不适合再出任政府的代理人，所以在私下呢和龙将军商量好，把我推到了副市长的位子上。可是那份起着决定性转折意义的军需草案，是以叶兰的名义发表在《天津卫报》上的，而新闻的来源神秘莫测。可是第二天，你就以获利者的姿态当选了天津副市长。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认识叶兰。我认识，而且挺熟的。他是《卫报》的首席时政记者，他对市府部门的人事关系，可能了解的比你还清楚。
大楼里面一半的人都认识他。按照你的推测，岂不是人人都有可能是泄露代码的内奸吗？我认为这个忙应该帮，否则经济崩溃的话，我们吴大帅府的实力也会很快被瓦解。那么即使取得情报又有什么意义？还是刘丽有远见。喂，你这个副局长怎么当的？跟他合作执行任务，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他是他，任务是任务，我回来那位局不是因为他，更何况执行任务更不应该受任何人的影响。看吧，我认识的琉璃又回来了，别听你们副局长的，我支持你。你就会起哄？你是报复我？前阵子老上百合会刺激你是吧？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成不成，决定权都在总局手，要是戴局长不同意，就是想帮你也没辙。还有你这次回来可不要违规办事，见过一次鬼还不怕黑吗？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说一个我能接受的条件，这对你我都会有好处的。双赢的条件，今时今日你认为还有吗？当然有了，你立刻打电话说服戴局长，让他解决银行的燃眉之急，事成之后我帮你解除流。我是冷静。戴局长，什么？您是说让我们协办银行挤兑的案子？可是我们的情报显示，要以大局为重，让刘丽配合上官副市长速战速决，回来之后即刻投入到获取情报的行动部署中。是，我知道了。总局复查的速度啊，比起之前真的是突飞猛进。你刚才说可以帮我解除什么？已经没有这个意义了。我已经查清楚，奥利弗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和他乘坐的轿车车牌号，以及他坐车时的习惯。只要我们在英租界皇后道拦截住他的车，按照我的方法行事，我们一定可以出其不意的完成绑架。可是奥利弗认识你们两个人，你确定不用乔装这么明目张胆的？他的保镖会让你们靠近他的车子？这正是上官副市长的高明之处。奥利弗把这次的挤兑事件比作是一场博弈，既然是博弈，就只有下棋的双方最容易接近对方。行动部署里面由韩叔和我装扮成你和组长的样子，负责引开保镖的注意力，可是没有说之后我们怎么跟你们会合呢？不用会合，完成部署任务之后你们自己就可以回来了。跟我们组长真是风格迥异啊。我还有个问题，我和季风天的任务是远程支援，不明白什么意思。季风天是狙击手，负责在制高点监控行动，如果第一套计划失败的话，由你狙杀奥利弗的司机，而我们进入到第二套方案，强强人质。至于你呢，乐宁，你的听力出众，所以你负责留在现场断后，如果发现对方有任何异动，立刻通知我和刘丽。当然了，如果行动顺利的话，你们两个可以不用出面，所以叫做远程支援。连配组长都不知道我听力出众这件事，上官副市长又是怎么知道的？所以说他神通广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好，太阳下山之前完成任务，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回来。是。准备好了吗？当然。
给我抓住他！安特，追！心中。